那我们想要做一个宝宝啊，他本来是在绿背景上面动来动去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去绿背之后，把它放到湖上面，变成一只那个湖上面的巨狗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部电影叫《齐天大圣》，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我们要先把那个影片下载下来，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影片可以先下载下来。那这一只小狗的影片，其实在那个 archive.org 这一个网站里面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 archive.org 来下载这只小狗的影片，可以。不过，这里它有分一些格式，我忘记我下哪一个格式，我们还是从那个我的网站上面下载。好，那我把这一个并存一下。它比较大，因为它影片是4.4MB。
OK， 让二车环稍微看一下 ，play 一下。OK， 这是我们合成的结果哦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块还是有点明显，我们得再做个什么方法把它去除。好，